超我红自拍，对嘴 App 风潮，罗志祥逗笑忧郁症患者。嗨，韩星来台会粉丝，金宇彬傻笑被熊抱。张赫开金嗓唱歌，粉丝直呼好惊喜。咖啡控毕淑静拉花处女秀，坦诚好想谈恋爱，公开热菜。欢迎收看2015年4月26号星期二的娱乐百分百。Hello， 我是威廉。大家好，我是凯乐。耶、yeah.。刚刚那个今天的预告啊，就可以看出来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啦。那我们今天一整集录了4集嘛，嗯，其中有一集有大家最喜欢的舞蹈大赛，我们两个也有参加。我们又搭档了，耶、yeah. ！你知道这次压力有多大吗？今天凯乐昨天就是晚上就传一个肉肉等的简讯给我，就说威廉你一定要好好认真练舞，我们这次很紧张，我们一定要，你看他有多想赢。然后结果我有朋友瞬间就说，哎，我们有唱歌的局，要不要去？朋友约他去唱歌。然后我就说不行，我不行去，就来一下下。我说我明天要录影。然后他就说不行，来一下下。那我就说我就把他的那个翻拍他那个唱歌的内容，两个聊天的内容传给他朋友。因为我就跟他说不行，如果我去被他知道的话，我一定会被他杀死。所以你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很不通情理啊，都不让你出去玩？但我觉得这也是认真啊，还好今天跳的还算，我觉得还算 OK。你觉得还 OK 吗？他是用生命在跳，我觉得他妈妈看到自己会哭。我安尼等，安尼等，安尼等。对，会很担心他。对，那你们一定要看这集。对，没错。然后另外。我们是不是礼拜天有去约会一下？没有约会，我们是巧合碰到的。巧合碰到，那你还硬要坐我车回家？哎，你自己说顺路的、啊。好了好了，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舞台剧，不是一起到那个地方才发现，哎，怎么你也来看啊？你本来跟我约说要一起去，就后来就没消没息。拜托，是你自己说你那天可能会有工作，然后有可能不在礼拜天看的，哎，对啊，还敢说？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带谁吗？带玉兔，哎。住我家旁边，好不好？因为张立东就跟我说，哎，你会跟谁一起去？然后我说有谁？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就跟威廉约好要跟威廉一起去，就后他就一直都没有回我简讯，我说好啊好啊，现在是怎样哈？就后来当天一到就，哎，威廉已经先来了，然后旁边有一个女生，我说是谁？是玉兔。对啊，很正常啊，因为你没有回。你们两个现在在怎样？他就有邻居啊，住附近啊，只是邻居啊，只是邻居。我跟你讲，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得什么？月、yeah! 。我跟你讲，你们知道很有可能，你知道很多漫画都是邻居，然后是，但也没有那么邻，只是算顺路了，因为他住在汐止嘛，对啊，嗯，走一条路。那你没有可能啊？那你那个朋友有男朋友吗？现在有男朋友吗？哦，你说我陪我圈的女生，她很漂亮吧？还不错。而且我发现哦，因为那个舞台剧是张立东他在他们一起演出的。我们刚一直偏题的。对，然后我发现张立东在台上一直看我朋友，我都看到。搞笑者们这舞台剧相当好笑，对，他们之后在台中跟高雄还会有一场次。真的，我推荐就是你大推，心情不好的人可以去看，你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开心的一个剧？然后心情好的人还可以再看，你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更开心。而且我们今天的实验室，百分百实验室，对，要做什么呢？很棒，我们要 DIY 焦糖布丁、啊。哎、欸，我们一次一次比一次厉害。我跟你讲，这个焦糖布丁，我拿到那个步骤，我傻眼，想说也太难了吧？可不可以叫小双来主持？因为小双他有在研究那个甜点，对，他很厉害，会做一些蛋糕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今天焦糖布丁会不会成功呢？是不是？敬请期待。好的，那我们进新闻啦。进新闻了，好不好？真理新闻超火红，自拍对嘴 APP 风潮，罗志祥逗笑忧郁症患者。请看，最近网络上盛行的对嘴风潮，你跟上了吗？
创造这股风潮的就是一款自拍社群 APP， 内建各种稀奇古怪声音的音乐库，不管是热门歌曲、经典电视电影桥段，或是卡通对白等等，让许多拥有智慧型手机的民众免费下载自拍，对嘴拍出毫无极限的创意影片。一个个的都说我是个好姑娘，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追我？啊啊啊哦啊啊哦嘿啊塞蒂啊塞东啊塞卡米尼格多啊塞蒂啊塞卡格多。而这个风潮从去年底推出后，先是在欧洲走红，现在也吹进台湾喽。小猪罗志祥在忙碌的工作空档，也不忘在网络上发表许多搞笑的对嘴影片。我不太想。啊！刮的随风的雪到底。Mom, Mom, Mommy, Mommy, Mama, Mama, Mama. What? Hi. 有个小子叫做赌神，就是你。我当场吓一跳。原来开玩笑。在上传这一系列的搞笑影片后，小猪收到一位妈妈的来信，感谢小猪让忧郁症的儿子重拾笑容，也让小猪又开心又感动。累计在网络上已经有超过上百万支的影片，让看过的人都情不自禁想跟着玩玩看，有趣又能表达创意，还能增添生活乐趣，也难怪许多网络红人也跟着玩起来。比卡比比卡丘比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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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比卡丘。妈妈只是睡着了。那你怎么比卡丘？因为阿妈穿真高鞋垫呢。毛思燕的整理报道。金醋鼻，金醋鼻。好玩，因为我其实就是那网络上一直被这个 APP 洗版，我好红哦，好想玩哦，然后每次对都对不准，就放弃了。真的，很难对，很难哎。他们怎么都那么强啊？因为你要对得很准，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看到刚刚那罗妈妈对的有多准吗？我相信她应该有试蛮多次的。好厉害哦！因为想想那天她在录音的时候，我有去看。想想对啊，罗志祥、啊，罗志祥对，你们现在是很熟是吧？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子，你都叫他想想，他叫他什么？他叫我连了，没有，没有威廉，你想想，来了，啊，来看看，啊，对对对对对，哇，你很有情有义啊，对，因为在我家旁边，也在你家旁边，玉兔也在你家旁边，他在过去一点点，罗志祥也在你家旁边，他在录音的时候在旁边，而且罗志祥拍好多这系列的。因为他那天去的时候，他说：“哎、欸，来了哦，来台湾。”我说：“哎、欸，有东西吃哦，好。”他就转身的进去里面拍 ，Hello 一个人。所以他录很多次吗？他好像录两三次吧，我看就成功了。嗯，对，蛮厉害，他好天分的，而且他的表情哦，好到位，真的。我想是比卡丘那个。比卡丘，那你会有装扮吗？不会啊，不会、啊，哪那么？等一下，那个很厉害。对。而且他还分割画面啊，厉害，好玩。是的，可以玩一下。醋鼻。接下来，韩星来台会粉丝金宇彬傻笑被熊抱，还有张赫开金嗓唱歌，粉丝直播，好惊喜呀，好惊喜！看一下。寒风吹不起，韩国男神金宇彬、实力演员张赫接力登台，让台北周末好热闹。首先打头阵的是靠韩剧《继承者们》创事业高峰的金宇彬，他二度在台举办见面会，吸引1600名粉丝捧场。欧巴演唱情歌为见面会解开序幕，虽然他自认歌喉不佳，但一开口还是让粉丝如痴如醉。산곳으로大家好，我是金宇彬。金宇彬不仅现身唱歌，对于粉丝福利更是周到，不止亲手为幸运歌迷冲泡咖啡，更送上爱的抱抱，惹得台下歌迷一阵嫉妒尖叫。你有发现吗？好，哎、欸，
哎，好不好？干嘛呢？好了，好了，欸、好了，好了。好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姐，好不好？好不好？谢谢你。你抱太久了，我们要加钱，我不管。너무오래안했어요저희跟粉丝亲密互动不设限，金宇彬同门师兄江鹤对待粉丝也同样尽力。江鹤化身调酒师，制作鸡尾酒，请幸运粉丝上台吸引，可是让台下粉丝看得直尖叫。我们要按照那个。那他要喝那一杯啊？不用，你们喝同一杯就好了啦。啊，还吃对了。一起喝吗？就张赫，你喝一口，你喝一口。哦 ，yes， 好。耶！张赫会粉丝用心良苦，原本透露因为没有好歌喉，不打算唱歌，但被台湾粉丝热情感动，见面会上突然开金口，让粉丝好惊喜。이제괜찮은데사랑따위져버렸는데바보같은나눈물이날까香格青年再次访台，为台湾献出见面会处女秀。不料这次访台遇到地震，让他笑说这欢迎方式太特别。那你昨天晚上知道台湾有地震吗？昨天晚上你有感受到吗？嗯，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처음에는이게잠결에뭐가이렇게흔들려서잠에취해서그런줄알고이렇게눈을딱떴는데소리가들리더라고요두둥두둥이런소리가들리더라고요그리고눈을딱뜨니까침대가약간이렇게흔들리더라고요그래서잠을좀깼죠哎，那你都没有吓到，你也没有跳起来，就还是继续躺着哦。뭐이러다가아직되겠지생각하고다시왔어啊，用地震来欢迎你啊！啊，也是啊，对。有问必答，江鹤亲切魅力，完全不输演艺圈其他小鲜肉。而他和金宇彬相继访台，展现超高亲和力，尤其是暖男金宇彬，不止对粉丝温柔，在访台记者会上温暖笑容、直爽反应，也都让媒体大力称赞。OK， 我们呢今天把韩国观光客来到台湾必买的东西都带到台前来了，有没有你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对，我想问你耶，为什么韩国人来台湾要买牙膏啊？저도모르겠어요저뭐사본적이없어가지고我也不太清楚，我没有买过，所以韩国牙膏很贵吗？아니요아니요对啊，好，所以呢，这个因为你呢啊没有机会去逛街，所以我们全部把它打包起来送给你。네네아진짜요对啊真的吗好不好对啊OK， 好的。再想要这个。而这次两位韩星金宇彬、江鹤访台，不止与粉丝见面，百分百也取得与两位男神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哦。而百分百设计的互动游戏，可是让两位男神玩得很开心呢。哇，이렇게귀한시간저한테내주셔서진심으로다시한번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네下次见哦，嘴巴这么甜，想必粉丝听100次也不会腻吧？因为很重要，所以就让欧巴再说3次喽。下次见，下次见，下次见。八大采访组采访八刀，下次要来哦，你说好，下次见了。是哦，不要绕跑。闹 ，ING 现在的新闻，蔡依林下月展开巡回演唱会，靠瑜伽跟重训锻炼体力，加昆凌孕后，周杰伦首次在台露面，怕活动失焦，必谈问题。天后蔡依林即将在下月展开巡回演唱会，近日不断训练体力的她现身活动，带领全场粉丝一同大跳我呸的健康操，更大方透露了自己锻炼体力的小技巧哦。之前最喜欢还是瑜伽，因为我觉得肌肉的这个平衡啊协调，因为我常常穿高跟鞋在舞台上，所以瑜伽给我蛮多的，不会就是说即便是我有一点点疲累的状态，我在做的时候我都可以有感觉上是有一点休息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最有效的，最我在舞台上表演最有效的还是重量训练。对，
蔡依林将在下月一连四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门票一开卖随即秒杀，让许多歌迷只能遗憾，也让黄牛们有机可乘。对此，蔡依林则是郑重呼吁歌迷，话中有话的似乎预告演唱会还会再度加场。对，我有听说这件事情，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别的场看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不要被骗了这样。不过日前野生天后出巡，和男友景荣广街被粉丝抓包，除了两人的身高差距抢眼，背后的兔子包更是让粉丝们大呼超可爱。蔡依林也不吝啬的大方回应哦，兔子包在东京，对，非常可爱，我知道，我自己也很喜欢。即将就要当爸爸的天王周杰伦，在老婆昆凌怀孕后首次在台露面，他为全国小记音乐原创大赛展台，吸引大批媒体冲着他来。不过他似乎是怕模糊焦点，除了取消访问，对于媒体的任何提问也保持沉默，让全场跟着他满场追。好了，进入完场了。是的，没地方跑，还跑进了厕所里，让周董在台上不免抱怨一下。其实我刚刚在后台就蛮想上来的，因为后面其实老实讲也没有休息室，我只能躲到厕所去。哎呀，辛苦你了，想说，想说这个，怎么还没有被 Q 上台啊？不过当年也是在选秀节目出身的他，对于素人比赛可是有满满心得。金刚场大爆，他的国高中同学也是演员黄怀晨的料啦。就像我之前那个参加一个电视节目的创作比赛，但那个不是歌唱比赛，它有创作比赛，对，它有分，对。那我参加的是创作比赛，对，那自己觉得自己唱不好，所以呢，找了一个打手，对，所以我觉得，找的 partner 很重要。对，我那时候就找到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糟糕，现在也在乐坛上吗？现在他不是在乐坛，他在演戏，叫黄怀晨啊。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他还是适合演戏就好。不小心的偷偷的还趁机爆了料。对，那时候找他唱和音了，完全才发现他完全不懂音。除了即将当爸受到注目，老婆昆凌的父母近日闹出协议离婚，虽然传出已经和解，但消息一出仍然造成不小的震撼。周杰伦对此则不回应，在现身十多分钟后随即快闪离去。OK， 到哪去了？由三一苏珊伦采访报道。下段预告，回来的时候百分百实验室就要展开喽！先教大家怎么做焦糖布丁哦，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百分百实验室教大家做焦糖布丁。你是紧张吗？好一点，因为今天这个比较难。对，步骤虽然说稍微有一点复杂，但是你只要用心跟着我们一起做，都是可以学成的。还好，其实还好，不会很难。好，来了，第一个步骤是把这个40克的热水加进去。对，所以我们先把火打开。中火。40克的水，就是40克的水，然后再加120克的砂糖。120克的砂糖给观众看一下，大概是这个量。这是我一个拳头，有没有这个比例尺？这是我的一个拳头，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拳头大概多大。好的，然后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什么？把它丢进去之后。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搅拌。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拿汤匙在那边一直拉，或者是你这样子手握着这个锅把，在那边一直晃都不行。这个时候你就放空。对，放空。就一直放空。对，然后现在要预热一下烤箱，是不是？哦，对。然后你可以先把烤箱开到150度，然后再放空。对，因为这为什么要让我们放空？现在这个是我们在制作的是焦糖液。因为如果你一直搅拌啊，或者是一直晃啊，很容易超回答，是不是？很容易烧焦，千万不要，你就会让它受热不均匀，所以你的火也不要开得太大。如果你觉得它有点超回答的感觉，就是尽量转小一点点。对，我们这个步骤要做的是焦糖液。你们知道什么是焦糖液吗？就是我们吃布丁的时候那个黑黑的部分，我最喜欢的。焦的，如果你那个没有弄好的话。屁料，好不好？真的，所以我們大概要煮多久呢？就等它变成有点像那个焦糖黄黄的颜色出来的时候，才可以搅拌。才可以搅，大概要煮大概10分钟，将近10分钟。你怎么
记得啊，你不是做菜啊？我会做菜，棒棒哦！我最近蛋卷做的相当厉害。你会做蛋卷？这么厉害？超厉害的！下次要不要教大家？可以，其实不难，很简单，只是你要稍微控制那个火候。是的，火候怎么控制？火候不好笑。美食第一档，郭靖还有曾静文教你们怎么去越南越吃越瘦。你怎么会进新闻？你好厉害哦！好，谢谢，帮主持四年了。好棒，好棒棒哦！起干。八大美食第一等，郭靖、曾静文美食双叔带大家体验各国美食。而这回来到了有妖兽天堂之称的越南，可是要告诉你怎样能够越吃越瘦哦。哎，不相信吗？看下去就知道喽。对，语言哈是消水肿的。对，看来这秦孙顺的雷公根汁最适合需要消水肿的静文来享用喽。我最喜欢喝草喽，还有吃草哦，大家不要误会哦，我没有被欺负。它有一点像是甘蔗汁，有点像芦荟啊、甘蔗。消完水肿该吃点正餐了，不过听说吃这道料理之前得先接受这样的待遇。加嘿，我糟了，我说不说有，我现在60公斤，我剩159公分，我每天都垫鞋垫。你为什么要用满清时代裤子垫到我呢？我是在拉你的筋。为什么要拉筋呢？因为我们现在来吃的是健身美食。掏筋掏筋掏筋。你不在我接吗？不是，我怕掉下来。不相信师姐吗？我相信，我相信。来喽，来喽，来喽！耶！吃锅巴饭前得先运动，想不瘦也难。而越吃越瘦的两人，最终挑战就是要能够穿上越南国服，展现传统美。感觉这个衣服好像很容易啊，谁都可以穿。你错了，来看看，要平坦的小腹，纤细的腰间，没有赘肉的小臂。想一窥穿上越南国服郭靖的美艳身材吗？想知道如何像郭靖、曾静文一样越吃越妖瘦吗？那就一定要准时锁定4月29号晚上10点 GTV27台《美食第一等》，一起到妖兽天堂越南越吃越瘦吧！吴勋云的整理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放空？有，要放空。你们太空了，你是睡着吗？放空啊！跟你讲，不能动哦。现在有慢慢那个糖葫芦的糖香出来。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很简单，就是把鸡蛋的蛋黄跟蛋白分离。是的，我们要用的部分是蛋黄。对，好紧张哦。对，而且我们只有4颗哦，不要弄坏。你刚刚跟我说你会弄的。不会啊。哦 ，OK， 蛋白放在这边哦。好。我看就知道你没有在打蛋。我会蛋白，呜呜，好紧张啊，呜。OK 吗？有出来了吗？有。OK。我可以示范一下吗？等一下，你不要急，我这个很只有4颗，不能。我可以打1颗吗？呜，好恐怖！可以打，成功哦 ！OK OK， 我会啊，不错，很好。那你继续弄另外一颗，我就弄一个。你要示范哦。对，通常会这样子，就把这个蛋打开一半。你怎么手法很专业啊？对，你看，就是可以把这个蛋白有没有这样子取出来，然后这样子。你好会哦！对，你好会，是这样子。所以比较不会就是有多余的蛋白。你真的很会耶，你这颗好漂亮哦，是不是？你这样子，对，就不用这样子，这样波这样比较快，对，敲一个圈圈。哎呦，我就说什么，我在做蛋卷，然后拨开，是不是？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对。然后让它慢慢的倒过来，对，哇，是不是？是不是？哇，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这个步骤是。布丁液的部分，我会了。对，因为我们要等这个焦糖啊，对，等这个焦糖变黄。焦糖变黄了吗？还没。焦糖液还没变黄。等你打完这一颗之后，我们来进新闻。好。因为布丁液其实步骤比较稍嫌复杂一点点，所以观众朋友要拿那个。我们先进新闻好了，快吧，比
书尽首次挑战拉花失败。自认咖啡控，每天喝两杯咖啡，不能喝太多咖啡哦。请看，走向我们的毕书尽毕。小天王毕书尽人气红不让，今日出席伪餐厅活动站台，吸引一票粉丝追星。他特地现场小秀一首咖啡拉花的处女秀，初体验的他看得出来相当紧张，不过就算是小小突锤，模样依旧帅气呀。第一次嘛，所以拉得不够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需要练习。其实因为我平时很喜欢画画，所以我刚刚其实对这个拉花的部分有一点自信，但是突然自信突然消失。大概一天要喝两杯以上，其实对，比较怎么讲，比较安心的感觉。台韩混血的 B 会说一口流利的韩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当天 B 书静更是在现场亲自教大家如何用韩文点菜呢。어서오세요，어서오세요。예아이스아메리카노하나랑요치킨샌드위치하나주세요。对，我刚点了아이스아메리카노就是冰美式，然后刚点了 chicken sandwich。OK， 就讲是英文吗？对，肌肉三明治。不过最近在网络盛行爆料粉丝团 ，B 就成了当中的主角之一，被捕风捉影，爆出有绯闻，恋爱 ING， 让许多 B 太太们可是要心碎啦。这个网站我也知道，但是公布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东西，然后不要太care， 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的东西。我真的没有，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怎么讲，不要误会。强调目前单身的他大方坦诚，现在真的很想谈恋爱，还公布自己的择偶条件。原来毕书尽的菜竟然是会想要谈恋爱吗？会啊，我喜欢的就是许若瑄前辈那种，我觉得我只要合得来就好，不管我不 care 是不是姐姐或者是妹妹，就是成熟一点的感觉。刘三一王仁杰采访报道。看到没有，焦糖易变色了，对不对？真的。但是现在非常重点，就是要把火赶快关掉，然后加入多少20度的一个温水。小心小心，来来来，要拉，快点，要拉拉拉拉拉拉，对。这样就是等一下我们焦糖易就会不错了。等一下再做，教大家做布丁易。好的，最重要的布丁液是怎么做呢？等一下广告回来就告诉你哦。看起来好像会成功哦。好香啊。好 ，OK， 不要浪费。好棒。Okay， 进广告。休息，先进广告。好的，关键的时刻到了，能做布丁液咯。好，现在先做的是先把260克的鲜奶倒进这个锅子里。是的，还有以及260克的鲜奶油。没，对对对，鲜奶油倒进这个锅子里。还有香草一瓶盖的香草精。但现在香草精就是外面会有一些贩卖，它吃起来的这个效果会有口味比较香，香草的味道。啊，不要买错，买成感冒糖浆哦。应该不会有人那么傻吧？对啊，没有那么傻。然后把我们刚刚取出来的蛋黄，只要蛋黄哦，我们只要蛋黄打一打。然后可以加在糖里面。30克的糖加在里面一起打。对。哎呦，有没有？有没有？好像很专业，有没有？有没有 ？OK， 好像还行。好像很专业。然后就可以倒进去了嘛，哈。好 ，OK， 来丢一下哦。好。你怎么很会打、啊？开玩笑，打蛋小高手。你很会打蛋、喔。我就说我会干嘛？做蛋卷。好，把它丢进去。OK， 那现在就帮我把火打开，好不好？开火。对，小火，因为只要让它大概在45度，就是大概是像你平常冬天洗澡。洗澡那个工作人员说45度大概是什么吗？他说你就洗澡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不会觉得烫的温度。可是，所以你现在要把脚放进去吗？放脚，放脚。要不然，如果你没有要烫脚的话，如果你
有时候去，比如说去脚底按摩，他的那个有时候水，我觉得大概高达六七十度。有时候你不会觉得是有点烫的，有点烫。烫烫就不好，你要觉得温温的。感受一下。那、啊、如果你的脚脏脏的不方便放进去的话，看一下，你就可以看糖融化了。我自己喝一下。嗯，但还没，还没，还没。这是生蛋呢，廖毅，你在干嘛？生蛋。好劲啊！也对，我忘记健身的人好像都会吃生蛋。你就是看那个糖很像融化了，就是差不多45度。对对对对，大概还要再一下下。对，再一下下。评委，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拿手的那个食物啊？进行文是不是？我会煮面啊。你会煮面？对啊，就把面下下去。是泡面吧？没有，就撒米啊。撒米，然后。撒米后加。那撒米要煮多久？我还没有煮过面。3分钟吧。3分钟吃起来那面条没有面心的感觉就可以了。OK OK， 那会煮。你又要喝，你是很渴是不是啦？那整个都喝完。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嗯。好，那我们先进新闻好了。李玉芬再次否认跟柯震东的恋情，还有侯佩岑大聊妈妈经。李玉芬现在到底跟谁在一起？李玉芬和柯震东到底是不是一对恋人？这个话题占据了娱乐版面已经数日，但李玉芬的回答让人雾里看花，所以这回李玉芬出席新戏记者会，媒体再度追问同样的问题。这目前只是好朋友，对啊。这个回答让媒体笑声很含糊，没有新意。李玉芬则笑着辩称：“我记得很精确，是不是？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可以很精确的告诉你，就是确定不是情侣吗？对，不是不是。我好想蹲在这里哦。媒体不死心，再追问李玉芬对好朋友和恋人的定义有何不同？恋人定义，喜欢呢、啊，爱啊。柯震东吗？想用表情表情。我觉得你们问的，就是我就讲了，你真的是好朋友，你。普通的朋友，你也是因为喜欢才会两个人会有过有好感，对啊。看媒体穷追猛打，李玉芬一点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因为在新戏中，他就是扮演狗仔队记者，所以能有同理心。哦，我最近发现狗仔会用机车，哎，机车就是追踪艺人，我觉得还蛮招式蛮多的，很辛苦。我觉得有时候记者也是同样的被消费，他们也是有压力。那。没办法，社会就是这样。而侯佩岑出席代言记者会，媒体话题则是围绕在儿子小朋友身上。侯佩岑聊起妈妈经，超有劲。对，我现在小朋友已经7个多月，然后是10公斤。那其实他医生说已经排名很前面，所以算是长得不错。以前就是一听到孩子哭，全家人就站起来要赶快往房间冲。那现在听到孩子的哭声是站起来之后护腰的护腰，然后洗手的洗手，消毒的消毒，然后那个。手上啊腰上都会有绑一些不同的配备，为了要因应他现在越长越大，所以我真的觉得体力好很重要。李玉君、吴永顺采访报道。 Yes， 好的，操作45度了。你有把脚放进去吗？没有把脚放进去。现在有没有？如果放进去的话，你敢吃吗？不敢。我帮我脱一下鞋子。不要，过筛这个步骤很重要，吃起来布丁才会绵绵细细的。嗯，对。你真的蛮会 cooking 的。算还 OK 啦，你看这就有一些渣渣没有融化的部分，才不会等一下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好，然后呢，再把这个布丁液倒进焦糖液里。是的。你想操作看看吗？不想。来，给你操作。因为这个布丁液好香哦。嗯。噔噔噔噔噔噔。要倒多满哈？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可以了。差不多了，再好 ，OK OK。8分满。好。因为我们刚刚做的那些量啊，其实是可以做6个这个大小的布丁。嗯。来哦，等待吧。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拿到刚刚预热150度的烤箱了。那如果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家里没有烤箱的话，其实可以用隔水加热，效果是一样的。隔水加热法。对。好。放到这边的烤箱。烤箱帮我打开。好。Yes。OK 吗 ？OK 吗 ？OK，Very good。好像会成功哎。好像哦，150度，那我们转大概15到20分钟，对不对？25分钟。25分钟。150度有没有？150度。对，然后150度啊。好。然后啊，这边剩下的蛋白，对不对？你就可以拿去炒蛋，然后蒸蛋，就不要浪费。我现在就可以来帮你们炒蛋。好哎，好哎。
那我们等一下到底焦糖布丁会不会成功呢？先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你。拜托成功，拜托成功。有油吗？子科，我好紧张。恰恰，所以是要什么？亲吻大嘴巴签唱会，二三男友有来，艾莎的男友，怕你们听不清楚。金曲奖最佳乐团明星先开唱，吴克群签唱会。高唱你好可爱，看一下。No, 大我有去哦。好把握，我教你 funky 的一个厉害。大嘴巴暌违三年推出最新专辑，有事吗？预购签唱会上也被发现，艾莎的男友和宗华的老婆小孩突然现身，低调 meeting。都没有人跟我讲，是我刚才一上来放歌的时候，结果一扫，哎。那个人好眼熟哦，这样就碰到自己的小孩子，觉得还蛮奇怪的。而怀秋对于朋友杨佑颖因为不堪网络霸凌轻生，怀秋遗憾的表示，得知消息后真的很难过。其实对我来说，她是蛮乐观、蛮正面的，然后很努力、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女生，所以听到这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啊，是有点不敢相信。这些人的话，讲的不一定是你认同或是大家都认同的，像我前几天有看到宪哥的微博，他讲说爱你的人其实是80%，但是也有那20%不喜欢的你的人，就是其实这个比例是很少的。那我觉得看待那种东西，你就是笑一笑，然后过就算了。第一张专辑就拿下金曲奖最佳乐团的迷先生，日前举办新专辑《没名字的人类》新歌抢听会，为下个月的售票演唱会提前暖身。虽然一出击就有金曲奖加持，但鲜少面对媒体的他们，当天可是相当紧张。不准备掀开大伞，却大号的舞台，拒绝对白，出卖对观众的崇拜。觉得第一次在台北，然后办公开自己的活动，所以其实会觉得兴奋大于紧张，这样对，希望也可以大家都可以来玩得开心这样。首次邀请媒体前来拍摄，迷先生的大男孩们可是怕现场超没梗，因此献出奇招，找来5只可爱的牛头梗上台助阵，让现场超有梗的。很多小狗狗有点失控，这样台上现在都是狗毛，刚刚其实蛮失控的，有点抓不住，但是还好，大家都还算听话，没有乱咬人。有听说牛头梗比较个性，激动一点。所以刚刚是有一点点小担心，但是还好他们算是热情居多了。吴克群举办新专辑《属性新的人》签唱会，现场一连演唱3首新歌，其中与韩国人气女星宋智孝合作的《你好可爱》，是让现场粉丝忍不住跟着一起大合唱。好可爱的 MV 中，吴克群和宋智孝自然可爱的互动引起粉丝们的疯狂转贴，因此吴宋合作成为南韩的搜寻引擎第一名，也被称作是台湾之光。蛮酷的，对。然后我有跟就是智孝讲这个讯息，因为他现在忙着在拍戏。然后后来我昨天因为朋友在韩国，然后他们都在玩的时候呢，突然就在看电视，然后里面也都在播我们的东西，还有拍的节目。对，他就是说感觉像要去韩国发展。对，我自己很开心，就我很希望我们自己的音乐呢也能够慢慢的传到韩国。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好的，布丁，最后一个步骤，对，150度烤了25分钟之后就可以从烤箱拿出来，然后让它冷却，让它冷了以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冷藏4到5个小时，是的，让它成型。那因为我们节目没有4到5个小时那么长，有啦，我们就第一集的时候就录第一集的时候就开始做，然后放到冷，对，就先做好了一个，对。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步骤是，对的，因为那个烤焦糖布丁啊，就是上面先撒这个糖，这样够吗？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焦，再让它，对对对，让它厚厚厚的感觉的，是不是？埋住，均匀，像下雪一样，
太好了，要求我。哎呦喂啊 ，Oh my god！ 没有，来交给我，交给我。放心，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紧张啊！你要帮他补满，哎、对哦。嗯，刚刚是说你会做的哦。嗯，不过观众朋友觉得这个胶囊不小心做起来怪怪的，不要怪我。好，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喷枪动作，来，然后用火的时候要千万千万要小心。有听到这个滋滋就瓦斯的声音，然后我们把它转小。你怎么会操作它 ？OK， 好。然后我们现在以前是焊工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把它烤成一个焦焦的感觉，然后它的颜色已经开始变化了，对。好酷啊！这个步骤有点帅。其实这个步骤很酷，你做那个沙西米自烧生鱼片也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步骤是放在那个冰箱冷藏前就要做的，只是我们有点要让你们知道怎么操作，所以我们现在才做。嗯，哎，好像真的那个哇，有一点点太厚。糖好像有点太厚，是啊，嗯，但没有关系。Sorry， 这样看起来好吃哦。好，超回答了。别了啦，别了啦，好，我们来吃了啦。OK， 你会关吗？关掉了。哦，好，好，放远一点。OK， 来，我们吃吃看。好，小心，有点烫，有点烫，有点烫。然后这边是没有用焦糖的口感。我们先吃焦糖的，怕等一下它那个。对，因为它是要趁热吃。好，有吗？有。有焦焦的吗？微微的，微微的，微焦，微焦，微焦哦。哦，好烫！很烫！太急了，太急了！给他水，给他水，给他水，让我试试看。好烫！嗯，好吃哎！好厉害哦，有点凉了。嗯，如果你喜欢吃很喜欢吃甜的朋友，凉了。这个会刚刚不错，然后我们刚刚因为。糖的部分真的是啊，有点太多，就偏甜。嗯，但是吃起来就有种听到吗？脆脆这种声音。脆脆的，上面的焦糖烤过以后变成酥酥的感觉，脆脆的，然后下面的布丁好嫩好滑哦。真的，而且你这种多了这种吃这种自己做多了一种感觉，你知道什么吗？什么？成就感。真的。不得了了。很好吃。真的好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哎。是不是？我吃吃看没有焦糖的。嗯。我觉得焦糖。真的是你觉得糖撒了太多了一点点，嗯，哦，真的很好吃，你们一定要再加做，对，好不好？所以各位朋友多花一点点时间来研究一下，不管男生女生，只要抓住对方的胃，你就成功了，就可以抓住他的心了，是不是？明天的精彩预告的时间下段，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一下有威廉的精彩预告，是的，好吃哦，休息一下，广告。在广告的时候认真的检讨一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小时内的一个食物，不然我觉得观众还会觉得我们诈骗，会不会？怎么会诈骗？我们没有诈骗啊，因为我们锅子一直换来换去啊。你怎么说出来？我说出来了。你怎么说出来？他没有发现哦。好了 ，OK， 但我们会继续精进我们的百分百实验室。明天要播的是百分百音乐节，等一下播的 MV 是 Ella 的《你正常吗》。明天，拜拜。